李欣自曝很偏心，儿子老公地位差很大。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就得中耳炎了，所以要做一个那个麻全身的麻醉，我就崩溃了，然后就跟医生讲说，医生也让我吸两口，快跟我们一起睡。我当下那个眼泪就是用喷出来的。如果今天躺在那边换成是鹏哥，你会这样子吗？我应该不会在那里。今晚11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祖女家务事。